我们现在已经到彪哥家了啊，然后呢，今天是过来拿这个单证本，嗯，看这种，直接摆下去中就可以。我今天要拿八百条，够中了那一种。彪哥他自己中的，哇哇哇哇哇！这里都是你的，彪哥的，彪哥的。我的在那，我的应该是在那边。欢迎二哥来到这里，来今天来拿这个甘蔗本来，要回去种了，清明前一定要种下去的。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这是50根一捆，嗯啊，50根一捆，而且它这个甘蔗也放在这里闷过，就是直接种就可以了。直接回去就把这皮剥了就可以了。很亮啊。可以的。像这个就不太好了，嗯，这个也这个芽已经黑了，灰的，对，所以这一根，这个老板他也是不给我们的，选出来扔掉的，但是其实这个是可以有用的，嗯，你看这个芽，很亮，肥肥的，对，其实这里面还有一节啊可以用，被板掉的啊，对，其实还后面还可以，还有一节，对，这个芽都是有用的，这个地方都还后面都有用，嗯，都还可以要的。这个芽太小了，它会长大。我知道，其实像这种就最好，嗯，就长得快，一个星期都可以看到甘蔗了。最好是这个，哦，嗯，对吧？那这个就比较小一点，这个也可以。它一种下去，一吸水分，很快就长出来。对，我们那像这根的话，这根也是选出来的啊，这个可以啊，这个。这个也可以啊。如果是种在门口拿来吃的，就砍这两节，买一排过来。对，自己吃哈。啊，这个芽漂亮。它这个甘蔗本还是可以。那这个芽，哇，这个芽最好了，这个芽，看到没有？这后面还有啊，你看这个芽，哇，这个本好啊。嗯。对不对？嗯。种甘蔗要种大根一点的，太小了，出来太细了。对。所以老板这种是不给我们的，然后，哦，这种最好，这种那么大根的，如果拿回去马上种的话，真的一个星期都有长叶子，家里种的芽都要反过去卖，啊，芽子都标了，像这种老板就不给我们了，可是种有，但是里面有可能会有看不到清楚，嗯，但是尽量他是不会给我，这个芽哈，肥肥的跟你一样哈，哦，对，看这个，那句话怎么讲？种大本就大，本大。旁边那里，我几万了。那要两个哦，还有一个呀。彪哥，差不多了吧？我就准备回去了不？嗯，这个甘蔗本已经差不多，还差一捆就够了，就1000多根甘蔗本，1000多根我。发财了，二哥今天。我的种一亩多，种可以种一亩多了。可以。对不对？1000多根甘蔗本种一亩多可以了，等一下要挑出去哦，挑出去装好车我就回去了。他已经还绑一捆就绑完了，够了，一捆50根够了，嗯，还有一捆。
哎呦，好赖啊，今天。挺热。热热。这个汗的表。表。跟我来可能要表汗。像六月天的感觉，所以这拉回去马上要冲下去了。前两天那个说的，再过一个星期，九哥说了，再过一个星期就成非洲佬，又打回原形了。看我这个肤色，奥利奥这黑加白，奥利奥。过年的时候闷了两个月，好不容易白了。只要我一晒几天就黑了，白了要两个月，真的。你这种白肯定没有我那么白了，那么好看。走，他绑好了，走了。给他调出去，我们在外面等。嗯。这个有100多斤了。有。嗯。这扁担都弯了，看到没有？也蛮辛苦的。干农活的人，种甘蔗的人，我跟你说，种什么农作物的都是很辛苦的。走吧，回去了。等下你挑战一下没？啊？挑战一下没？挑战两孔可能可以。两孔我都行的呀、哦。等一下你来试一下好不好？打赌没？等一下你试一下吧。嗯，没问题。等一下你挑两孔出去啊。对呀、啊。两孔就两孔呗。好的。洒洒水啊。洒洒水啊。加油！转，没有酒不搞了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，没有，掉个鱼掉没挑了。试下看嘛，你这种身材，哇，还是给他拿算了。过来，我再试一下啊、哦，不是这边，是这边。那你，那我给他用鱼。一，哎，我帮你加油，打气，可以不、哦？不错不错，哎，跟说的不错。哎呦，你看肩头歪了，这么可以？我试一下看你本领。不是，我是酒不干了、啊，真的。我试一下。哎呀，那个假的歪了。哎呦！给力！哎呦！